各位投资者，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栾青。我想今天台北股市最后是下跌来做收，为什么我敢在标题下了一个四个字叫做“幸运降临”呢？投资朋友，我想呢，事实上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对不对？股票你以为大盘涨大家都涨吗？你以为大盘跌所有人都跌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投资朋友，今天是这几天哦，这几个交易日以来大盘跌的一天，对不对？你去光看 K 线图，你大概可能就可以了解一点点。投资朋友看一下就知道了嘛。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连续的几个交易日下来，哦，你看到连续涨了一二三，连续三天全部都红 K 以来，今天是第一次下跌，甚至过去其实也没有出现过几次的黑 K。但是投资朋友，你去看一下这家公司叫做4968的利基，它已经从当初大家说空方切勿自误的10月24日这一天。我写在我的粉丝页上面，对不对？已经从10月24日报告出来当天跌到了今天的价位。投资朋友，今天收盘价是 182.5。 有人问我，会计师，你今天早上不是贴一个利基跌停板的一个预试戳价，说你可能要去抢短，但是我为什么要去抢短，对不对？他今天一开盘开在平盘以上，所以我就没有兴趣了。但是我要提早告诉你，投资朋友，其实我昨天已经在我的这个粉丝页写了一个重要的数字，你继续看好不好？那个价位到，我应该就要叫会员下去买了。我说真的，这些所谓的去美化的公司，它的业绩不是假的，只是有些是在吹嘘，吹到太夸张了。我说真的，我不相信明年利基赚15元。那个空方切勿自误的报告，我如果没有看错，他说要赚15块啦，对不对？闹柯林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探背扣告涨扣我相信。那这种公司给个15倍到20倍本益比也是 OK 的，但之前你看到它涨到这里来，投资朋友，它涨到了这里来，涨到255元。我并不是要鞭尸啊，因为没意思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知道是谁叫的，我很佩服这些人，到这种点，到这种点还在叫人家买，还在叫人家买。我说真的是恭喜你们，真的是恭喜你们，对不对？以前啊，傅瑞林老师很喜欢讲的一句话，在山顶上玩，有谁能赢？那么多股票可以底部进场，你不去买，对不对？你偏偏要去买在山顶上玩的。我今天都懒得讲了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三七啦，我懒得讲了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好不好？从我买进后三天红 K， 我今天叫会员出场了，10%够了吧？10%啦，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对不对？慢一点出手的8%，早一点出手的10%。你说今天为什么要出场？今天盘这个样子，事实上我觉得它会续涨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会续涨，但它不是我的主要标的。你都知道我的主要标的是哪一档了吗？还要我讲吗？投资朋友，这才是我的主要标的啊！今天是不是又回到180元以下？当你在停损的时候，我又在捡便宜。我现在不好意思用捡尸两个字，因为我怕被警察抓走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去捡尸，不好意思，无关。再来，你再看这个东西，投资朋友，这一个是什么？英文啊，很多人说英文 A 到 Z 我念得完，但是呢全部拼起来我看不懂。你看得懂一些重点就好了。CLSA， 你说 CLSA 是几上一名呀？它叫里昂，每次目标就要写最夸张的叫里昂，对不对？这一家公司什么 ？Unimicron 是什么？是什么？3037的新兴电子。你说老师我不知道 Unimicron 是什么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你有看我的节目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当然，这两位分析师我拢无熟悉哦，什么 Sam Cole 啊，对什么 Kevin S W 券，我拢无熟悉。电话你家啊，无你拍电话干嘛？哦，我拢无熟悉。一天一大早我就看到朋友就丢给我这个东西，因为这应该是昨天下午出来最新报告哦。他说怎么样？48.55 buy 不是拜拜的 buy 哦，是 buy 买进呐、啊，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报告内容请你自己参考，今天的新闻应该都有出来了。尤其下午，很多人的报告接到比我晚，就下午就会写。他能告诉你什么？他说怎么样？我们怎么？我们这个我们怎么？我们 coverage 对，我们 cover 当初怎么？他是说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认为他可以买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什么 ？We assume cover 什么 coverage with a buy， 然后 and 什么样 ？Truly high NT 662 target price， 对不对？哦，他用15倍的本益比来看的话，我目前给予市场的最高价叫做62元，投资朋友，有没有很屌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先前野村啊，野村的老站嘛，对不对？大摩之前不是54吗？
不，小摩五至四嘛。为什么那么好？你有空自己去研究。我当初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他今年200多亿的在台湾投资，你看他这两天在炒什么？曾明忠在那边炒，说没有7000亿回流，都是台湾的钱。但我问你，投资朋友，这些钱如果本来是要去投资在中国大陆，是要去投资在越南，投资在什么，在柬埔寨的，现在投资在台湾有什么不好？你在争那个一两只的数字，就跟你曾明忠先生一直在争什么？到底是分期付款还是分期贷款？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拿谁的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莫名其妙。重点是台湾最近的经济成长率有没有提升？是有的啊，表示厂商有投资嘛，对不对？连谢金河先生昨天都出来骂了，骂谁？不是骂我李冠清，是骂曾明忠啊。你管他钱从哪里流回来？我请问你，你觉得每一个家伙的钱都有办法从中国这么容易流回来吗？投资朋友，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对？这件事情表面上长这样子，给你看，投资朋友。今天新闻出来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证交所不开罚康控？昨天讲的信誓旦旦，说要罚康控，康控多恶质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讲要哦，这欠股东股利。就证交所查完之后发现什么？这两家大股东，对 ，Master 什么 Costco 和 AGI 这三家大股东，他都设在香港。然后怎么样？因为反送中影响当地银行账户检核速度较慢，所以通知公司暂缓发放合计约2.8亿的现金股息。投资朋友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表面上长这样子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有人钱不想汇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大概就这个样子。你去问银行业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现在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进去，你把钱汇进香港，你真的怕出不来啊。这对于怎么样？对于台湾的产业或台湾的金融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认为是好事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今天康控，康控真的不会反映这个利多，还把这个当作利空在反映，对不对？昨天康控其实法说讲的不错，哎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说真的，我是没有办法每一档我都下手去救。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我们已经下手去救建策了嘛？为什么？建策说投资说5383变全额交割股，那又怎么样？是真的投资了吗？你都连看都不看，对不对？4935，我们已经跟你讲了嘛，莫须有的罪名，交易所就是要跟你全额交割，没关系，我们在全额交割前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赶进去，赶快叫会员去低接。投资朋友，当天有跌停板附近的价格啊，对不对？昨天已经不好买了，好不好？昨天你任何一个人都要预收款券，很麻烦交易，所以昨天赶在低档买的大概是大股东，不是你。对不对？可能是老板传喝井啊，几盖灰里比啊，几盖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大家讲，这整到恢复正常交易之后，这家公司我的看法是非常的正面，对不对？我做这种事情嘛，投资朋友没有什么好讲。我们回到刚跟大家讲的，对不对？星星哦，投资朋友星星，李佳，我今天在连线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嘛，我说有这样的一篇报告叫李阳的报告，看到60块，跟目前的股价差11块多，信不信由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认为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 ABF 窄板很好嘛，你去看看最近投信都开始在买什么，在买3189的景硕了，你自己去看哦，不要说我没跟你讲。对，我留把融资留住好不好？因为怎么样，其实为什么景硕会涨，跟融资减少我想也关系也蛮大的。投信连续两天都买1000多张，你看最近这些股票不是涨这样子吗？2368，对不对？今天连续几天，我在节目都跟你讲过，我没有叫会员买这个股票，可是他今天创新高了，对不对？老不是我踩的啦，投信连续3天都买1000张以上，投信还买一档股票6251嘛，你去看看，连续的过去2天都买1000张，你看这种弹丸之地的 PCB， 投信开始在买，反倒是出比较高价的 PCB， 对不对？涨比较多2313，最近投信有在出场，对不对？涨比较多的这个6274，投信最近不是在出场吗？但是我跟大家讲，这公司其实真不错啦。哦，有机会我们再来买哦。投信一直在出场，然后有机会再说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跟大家讲，我很希望他们多出一点，赶快砍一砍，到了一些合理价位，我就可以去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哦，茂林刚刚秀给你看过了嘛，对，星星，对不对？哦，投资朋友，再来这个新闻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利基我没有，我们有宏杰科，对不对？这一次100元以下我没有买回来，现在又套牢了，我套牢不怕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是每一档股票那么厉害，哇，很好赚，很会赚，赚到天上去，对不对？套牢我不怕跟你讲，投资朋友，我今天告诉我会员什么？
来，这前面就没什么好讲了。细格现身股下来，你就闭眼睛卖都会赢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收盘价多少了？我看一下，投资朋友，36.2，你就挂跌停板卖，应该就有人跟你买了。33.4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你买，我不知道。投资朋友，你赚得到赚不到？26.5，33块，你可以赚一张赚7000。哦，当然不是主股那么多啦，对不对？那不知道是几趴的认购，30几趴认购吧，我都没记错的话。30几趴吗？还是0.3几趴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反正那不重要，那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不重要。来，投资朋友，中小型股持续压缩，就看利基、宏杰科何时绝地大反攻。我认为时间快到了，不是时间到了哦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每天都涨大型股而已哦。那建策哦，这个没什么好讲，反正我的做法都公开摊给你看了，是你不敢玩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你不敢玩啊，对不对？是你搭不上车，你一直找理由逃避赚钱。这样子，我说真的，我只能跟你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赚我们自己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赚我们自己的就好了。我根本还没有时间跟你讲我们今天旺宏怎么样，那还给你们跟你去讲就好了。3天赚10%算少的，我们很喜欢当天就赚涨停板的、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就不想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昨天我贴在粉丝页的，投资朋友，我们每一季都会有一次的季报分析讲座。不开放给非会员参加，只有给会员看，对不对？除非我佛心来的哦，跟大家讲说我改办收费，想要算了，我不要让大家觉得我很黑心，你看对不对？我说真的，我如果收费，我说我就这样想过，我收5000，我自己良心不安；我收3000，我觉得太便宜；我如果收8000呢，我觉得我像诈骗集团。结果人家一堂课收2-3万都在收。教你做外汇，教你做什么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到极点了。所以说真的，我们东西有这么 low 吗？算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差这些钱啊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差这些钱。所以线上演讲那种要钱的我都停办了。这些我只提供给我的会员的服务。说真的，我这几天大家有人这个、昨天有这个粉丝，对不对？粉丝这个人家跟我说，我最近看起来好疲累。说真的，最近真的很累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这种年纪啊，在看数字，对不对？在看数字，真的是看得很累。财报分析不看数字看什么？对不对？看鬼吗？对不对？那有时候这几天我还这个什么《浪行者》我还没看完，差最后几集了，我还没办法看。我要先把我的季报分析做好。我昨天晚上已经做好录好了。我录好时间，我大概11点左右，你去看我们这个上传到这个 Light 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我录好了。这一次的季报分析，除了以前的季报，我们的随便帮你看完之后，对不对？另外加进了一个东西叫什么？亚马逊的选股法，到底能够选出什么样的股票来？当然，我也跟大家讲，一共120档，但是这120档里面可以勾出多少档来？另外一部分就是传统的季报分析，获利好的公司、营收成长了、毛利率增加了什么这些增加的公司，里面还有哪些公司出来？全长大概一共60几分钟，录完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录完眼睛都快看不到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种年纪在我们熬夜什么哦，都很辛苦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东西我跟大家讲，昨天我贴在我们的粉丝页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目光都在玉龙怎么开发，中华怎么让大家减资赚大钱。结果呢，投资朋友，我说真的，今天还遇到一位投资朋友，路上问我，伊乳龙要买24口啊，这阵不抓拢虾个米，拢虾个那金呢？哇，玉龙城开发怎么开发？我说真的，那问我干嘛？我一向都不建议大家买这种股票的。如果你一定要买资产股，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这支啊，我讲这支袂歹。如果你一定要买银建股，这支啦。对不对？但是现在都涨上来了，所以我都非常的不建议。但是我这样，我公开送你，我本来没有想要讲的哦，其实我在这一次的 FCF 里面看到什么？自由现金流量里面看到一档银建股，叫德昌，哦，自己去参考好不好？不要说我没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其实德昌我长期很看好啊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就是怎么样？低买嘛，没有什么高卖的东西，就是低买。我看到了德昌。对不对？先跟你讲，那我们先回到我们刚提的这东西。我讲到什么？预制车。你知道在这一次的美股 FCF 里面，美股的自由现金流量里面，预制车是高居第二名。投资朋友，有人就问我，会计师明明玉龙都出来告诉你，
中国汽车市场衰退，我们看坏中国汽车市场。为什么预制车它凭什么这样一路的拉上去？凭什么？你要知道，投资朋友，你说预制车就会想到什么227之外又207嘛，和泰车。你为什么不讲和泰车？和泰车是预制车一倍高了，但是你去看看，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获利好不好？其实差距没有很大，差距没有很大，甚至上一季的获利给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上一季获利哦，预制车 5.24， 207呢多少？对， 5.58， 差距只有那么一点点点点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么一点点点点，但股价差了一倍，但不是因为这样选出来的，是因为每股现金流量告诉你预制车是一家好公司，对不对？我们提到的哦，小郭有讲了一句话嘛，我的学弟郭哲荣，一切的一切我都告知在前。今天预制车大涨，跟我写这篇文章，我个人认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，我前今年年初，对，帮飞凡写一篇资本支出的时候，我在写什么建策，我就写什么建策啊，什么旗宏那些公司，对不对？那旗宏了二十几块吧，对不对？建策那时候大概100块上下。那时候我还特别笑了中华车，中华车减资四成啊！我就我的那篇文章前面来后面，人家那边大讲中华车减资四成，让你赚多少钱？赚你个鬼啦！赚，对不对？你光看那些减资四成，好吗？冲进去买减资四成，跳空涨停板之后，你冲进去买，等着它减4块下来，结果你看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赚到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还真要命，对不对？你还起回去看，它很惨。当然，现在有没有跌差不多了，这一点你自己去看哦。因为说真的，我真的很难看到中华车竟然会有赔钱的时候，但是 Peter 让我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我谁把就画爸爸一来，做这块的中华车了解，因为我看到，所以我看无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从自由现金流量里面，我看到了预制车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不只看到预制车，我看到了蛮多让你觉得很意外的股票，但是他们一定都可能在未来有长足的发展。不过我跟大家讲，参加我会员的好处在于什么？真正该进场，我建议你进场，对不对？那前后一共120档，但是过滤下来大概20档上下了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我不讲了，刚刚讲的康控嘛、茂林嘛，对不对？真正有问题的交易所不去管，去管一些没问题的，这也难怪，对不对？散户喜欢看报纸做股票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今天不就告诉你什么？关税人来了，每个人吓得半死。对，一大早就一堆人在问我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我请问你，过去一年多的贸易战，从去年的七八月份打到现在了，该换什么？该换这个，应该说该换供应商的，早就换了，对不对？我说我很简单，用泰鼎来讲，好不好？我举泰鼎为例，去年我还跟大家推荐泰鼎哦，因为泰鼎那时候转单转翻天了，结果你看看自己看看泰鼎的营收，是不是该转单都转走了？我们在登于德体啊。转单已经告一段落，反倒是怎么样？之前被转单的股票，它反而上来了，类似像见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已经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大逆转？今天还有人讲一档股票，之前说什么转单概念股，哦，啊，我说真的，有时候拍楼唔通行，真假拍楼唔通行，我不解释，对不对？我不解释，哦，我跟大家讲，最近跟一个新闻有关，最近电子烟。中那个美国开始在禁电子烟了，对不对？之前说做什么什么什么醋肝酸什么肝醋酸肝醋酸什么还醋酸肝，我也不知道，不干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搞得好像妥中康一样，妥中康每天这个主持国茫茫干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一整年下来股价破底了，真的哎，我不要笑他们，对不对？很可怜，对不对？很可怜。他也是 KY 股，怎么不管这些股票，反而去管这些，对不对？反而去管康控，对不对？反而去管，你知道？哎，投资朋友，你知道这家公司的本名叫什么？不叫材料，哎，叫暨南大自然。他为什么叫材料？我也搞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材料啊，什么料材？我唔知呀，这我唔知吼，我都不知道，不重要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新闻啊，今天影响大家的情绪嘛，对不对？中国要求外交部要求美国收回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，否则后果自负，是不是又不签了？其实我很希望他们真的不要签啊，对不对？不要签最好了。台湾事实上是最大的受惠地方，
签完之后可能受惠就变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签最好了。那这个人叫什么？很爽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叫耿爽，耿爽哦，耿爽昨天、今天就已经指出，该法案呢罔顾事实、混淆是非、违反公理、玩弄双重标准、公然插手香港事务、干涉中国内政、严重违反国际法跟国际关系准则，中国对此表达强烈谴责跟反对。那包括这个新闻也是早上的新闻啊，一边在谈这个 trade deal， 对不对？另外一边他竟然在减仓美债，创下两年半以来新低啊！哇，减仓减翻天了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说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很怎样啊？你看这三个东西，关税人，对不对？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。减仓美债，你到底该怎么样解释呢？还有包括这个，还有这个新闻，同学，昨天是不是说川普跑去找鲍尔？鲍尔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政治干预货币没门，好像连美国自己本身都在茶壶里的风暴了，对不对？”你光看这些新闻就笑到吓死了。你们最好去看空，最好去放空，我都没有意见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会跟大家讲，就像我写的，像幸运降临嘛，对，为什么要幸运降临？对不对？我讲过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巴菲特的胜券在握这十二个原则里面，再给大家复习一次。我很喜欢这几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简单，这三个叫什么？好公司遇到坏事情嘛，对不对？股市迫使好公司股价下跌，如《华盛顿邮报》的遭遇，我不是不知道他遭遇什么啦，我不知道。当特定风险暂时惩罚一家企业，他例如当发生在富国银行的公司价值被错估，特定风险。那现在你可以说怎么样？交易所说叫你去全额交割，特定风险嘛，对不对？当投资人无动于衷，让一家超级公司如可口可乐股价只值其内涵价值的一半，对不对？就是怎么样，价值投资就来了。甚至呢，最后这边我想这很重要，投资朋友不需要学电脑软体，对不对？搞什么电脑电子下单，不是电子下单，搞什么电自动交易，对不对？搞什么这个一堆卖一些软体，卖的贵桑桑。之前我接到一个投资朋友的电话，他叫我一般会员，他跟我讲啊，我参加叉叉老师，能退的收我五万啊八万，我讲你个拜托嘞，有这么贵的软体，那我来写软体就好了嘛。重点是我就问他，如果软体有准，不要说八万十万，八十万一百万你都应该出，你知道吗？但如果软体不准呢，对不对？你贴我八十万我都不要啊。但是散户不这么想嘛，软体拿来看盘，拿来有买进卖出讯号。股票如果这么好赚，我今天就不要这边跟你解盘了，我每天看电脑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说真的，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不足为外人道也。你台面上知道这一套，我们台面下知道那一套，对不对？哪些公司会发动？我请问你要怎么知道呢？你真的以为看看技术面、看看现形就会知道了吗？别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也顺便跟大家提醒，如果你是我的会员，我们今天下午就开始上线了我们的季报分析，对不对？分上下两集，加起来大概一共六十几分钟啊，但是重点是怎么样？里面这些东西，请你看清楚。这一次其实很多的是针对什么？我们上市的亚马逊的选股法。如果你还不懂什么是亚马逊选股法，我们现在在 Gmoney 网站上放了两集，对，上下两集在讲亚马逊选股法，你去看一看。那是上一季选出来的股票，但是这一季用亚马逊选股法，我们所谓的 FCF， 所谓的每股现金、每股自由现金流量，到底可以选出什么样的股票？当然，你可以说我看你这干嘛？我自己上网查也有，请你上 Good Info 查就有了。但是，投资朋友，120档，你要选哪一档呢？有些公司赔钱哦，你要知道这家公司叫452，利达每股现金流量其实上一季是大增哦。是大增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敢买吗，投资朋友？那是你敢买吗？我不敢啊，我不敢。你还是要加上什么趋势判断？你看投信有买，你看，投信有买，哎，对，投信这个投信厉害，今天大涨啊，恭喜他们，好，恭喜他们，对，这个真不怕死，投信还真的蛮多的，好不好？这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你看融资都剩很少了，对，货要出给谁？货很难出啊，对不对？陈董嘛，这个投在现在哦，吴董陈。陶盖胜哦，我这是在台湾人，那么陈以平好像是厦门人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这上面董监上看到的，不过那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东西说真的，这我们就没有办法多讲什么，这我们后面不讲了，对不对？茂林这个故事我懒得多跟他报告了，反正每天都有连续剧，那我跟大家讲，这公司据我所了解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真的
没什么问题，财报都出完了，就看交易所什么时候公告。只是说，你看，这有时候是这样。你看，108年，你给他下107年，哦，这个蔡发言人真的是哦，该换掉了啦，好不好？蔡宗麟先生，你108年，你写107年，太对不起大家了吧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东西，我想你自己看报纸就好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跟他解释。最后，对不对？年终大冲刺，投资朋友，我讲的幸运降临。我很希望有大幅度拉回，可是比较等不到啊。终于今天有拉回，终于啦，对不对？也终于让我们的新会员有机会买到建策嘛，对不对？从建策到新星，那今天你看今天又表演了，对不对？华通到宏杰科，哦，宏杰科，投资朋友，这些股票，我相信这整个波段的大行情，很多人都是怎么样看得到吃不到，对不对？我讲过的。对，满天怎么这个满天都是星星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被利亚伯挂机啊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赚到赚不到吃不到，你都赚不到的话，投资朋友年终大冲刺，你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要把握这个最后上车机会，不要每天在那边等着人家从空中投食物下来，每天在等幸运从天上降临。我告诉你，等不到的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而且一定要把握住人家给你的机会。我们年终大冲刺，我希望大家这个很优惠的一个专案，把握这个机会，尤其你今年还没有开始赚到钱的投资朋友，把握这次进场机会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